一把火的原唱就是我们高大哥。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歌都是高大哥唱的，什么老人的秋风啊，对对，老人的秋风，对，还有一首歌在水一方啊，都是您第一个唱响的。高大哥，我有个提议，什么？咱们就来那首最熟悉《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唱这个曲儿，然后扭二人转，好不好？好不好？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来，三个人一起来，三个人一起来啊！预备，起。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哈，火光照亮着我。天哪，这时候看在一起还挺奇怪的，这么时尚的一首歌曲，加上这个二人转，来教官点评一下，两位啊，这个学习的怎么样？哎呦，你看高大哥马上乖乖的站在那里，手应该背到后面去，可以稍息，像小学生一点。是，因为一听说教官要点评了，我只要站得好，教官就会说我好。真的？那倒不一定啊。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他喜欢随意一点。那您就点评吧。啊，你也点了、啊？没有。来，啊不不、啊，真的挺好的。啊。上午走台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好。真的，越来越好。对，上午走台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就是“怀抱着小幼主闯出柴雨”，还这样，其实应该是不这么抱着，是吧？他上午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下午他还是这样。那是一个孩子吗？啊、他还是这样，高大哥依然这样，他又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说那个这个词儿是什么？怀抱着小幼主、是这样，我一直没懂、我老想这小孩是不是不听话，我打他的小屁股呀！哎、呀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一组啊，这个高凌风大哥居然这么成功，对，也不能少了我们金美儿的这个、不得了、配合，对呀、配合的非常好，特别到位、其实美儿的舞步里面也很辣的，对呀、美儿就是以这个劲歌热舞为著称嘛，对，我其实美儿也特别好。谢谢。刚刚高大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歌来伴着这个二人转来拧了起来，美儿能不能也在那个二人转的十字步里边揉进自己的东西来给我们展现一下？来，我们试一下啊。是有可能以后在美儿的舞蹈当中或者高大哥的歌声当中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些元素进去、那不得了、这个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对，这个露露啊、你刚刚说到这，我已经发现你看出了我的潜力，对吧？在这里我先跟你报告一下。好的。如果这个赵本山赵老师、他想把我签约签作他旗下的艺人、露露麻烦您就告诉他，好，我很忙，我没时间。哎呦，等一下，我得跟您说一下，我在忙什么？忙什么？